常去啊。司法不公，重新验票，哪有人随便念个五六七八起来就说赢的？哪有这么快的？哎呦，输不起啊，那比别的啊。在这个38楼高的高空，为了决定谁要去做现在过去的高空缆车死亡的75度角，我们决定要展开一场超级高楼层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赛，那就是等子摔跤。到底是谁想的？怎么办？这里有没有滑板跳？好，等子摔跤开始。来，好拍吗？都不行。一二三，准备跳九十。不是这样的嘛，做每种运动都是需要时间暖身的。我刚刚大拇指在38层楼，还没办法适应这么低的温度和气压，手指不太灵活，我要求上诉。所以现在是要上诉。刚刚上诉的条件让我又想了一下。哦，上诉的条件是什么？上诉是假如说我这次3战2胜的猜拳比赛中，我如果最后还是输给你了，是这个项目呢，基本上它是可以控制的嘛？对，我不能控制。哦，损失控制卡，要损失控制卡，就是你完全就是一个就是从头到尾都这样，被人家压着头，没办法起来，哇哟，没有办法翻身啊，斗米折腰，好难过。那如果赢了呢？赢的话呢，我可以获得好兄弟陪我有难同当卡，兄弟卡是？兄弟卡，还好这边有谁是你兄弟的吗？叫他站出来。哇，没有，就是你。他们都退后了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你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生气了！来，算了，我去做。不行，老板，我陪你啊，连输啊。剪刀石头布，哦，建议喽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全程不能够，道险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道险。Rock and roll， 哎 ，Rock， 全程不能动，好不好？损失道歉，损失控制卡剥夺。All right， 你等一下的手是不能动的。All right， 恭喜你。对，我就是废，才会剥椰子输你，伏地挺身也输你，大拇指摔跤还是输你，就连最后上诉裁决都输你。好，愿赌服输，我去做那个吓死人的75度角，总可以了吧？哦，道歉掰！哦，不要！哇！哦，不要！哇！太可怕了！后里，后里有什么？不能动吗？告诉我们什么？10赌9输，太扯了吧！见好就收。不要！快一点，你要快回来。这样慢好不好？这样慢慢的。快收终点了吧？还有一半。不舒服。不会吧？脚怎么会不舒服嘞？最喜欢这种优美的古典乐，拜拜，我们去终点等他。我再也不要猜拳了。这里完成了。你刚刚是不是有偷偷放下来一点点？你刚刚是不是来？你澄清哦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录。你刚刚有没有偷偷放下来一点点？道歉。有，对不对？有。好拍，还可以拍啊！不能拍到我偷偷移动为止。你偷偷放下哎。所以呢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啊！再做一次。认得。还再做一次。为什么我要再做一次？因为你偷偷放下来啊。不上了。我不喜欢我做的错事。为什么我要再做一次？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想让你快点回来啊！
奉劝世人一句，十赌九输，只要不要像道贤一样好赌又上诉，上诉还是输，人人都可以自己手动椅子倾斜的角度。不得不说，高空鬼车看书无市区的 view 可是最好的哦。不过我看道贤真的快不行了，赶快带他去吃美食压压惊，这可是书屋导游界第一把交椅的 Jimmy 哥强力推荐哦。Jimmy 哥这边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走到小巷子里面嘞，喂，就是到了这个地方。这里是你要带我们来这个小巷子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他们的海鲜。海鲜，对对对，海鲜有到这这么隐秘的地方？对，可是这里它这个餐厅它煮的都很特别。你想想看，我住苏雾的，苏雾岛的，马尼拉朋友过来的时候，一般我要带他们来这里，哦，他们需求，马尼拉特别要的人特别要求要吃，对对，要吃这个地方，这么厉害，这个餐厅海鲜都摆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哇，好热情哦！都活的，都活的，还会动，还会动。哇，这个螃蟹，哇哇哇哇，有绑好吧？哎哎，活力满点呢！哇，你会被夹到？哇哇，给它绑起来！哇，好大哦！这是什么鱼？嗯，这他们这边的比较喜欢的，这是拉布拉布。拉布拉布，太可爱吧！拉布拉布啊！对对对对，拉布拉布。然后很多不同种的，还有老虎、斑鸠都有。哦，妈呀妈呀！摸一摸，哎，他们的鱼怎么都那么可爱？都是很新鲜的，都是很新，对，鱼都是很新鲜的，是不是？对对。那我们在这边如果要吃海鲜，你说做三吃，我们是要怎么去点它？去点它，我们假如说我们用拉布拉布来说，啊啊啊，你可以拉布拉布，拉布拉布啊。Okay, this one, sir. 啊，对对对。Okay. 来来来，好，好，把这放在这里头呢。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就是哦，好好好，写轮眼 ，OK， 好，漂亮。所以是要称重，是不是？要称重一下，我给你称重。这只鱼1.4公斤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一公斤是900块。对。哦哟，所以一公斤900块的话，我就买一只鱼给他900块。对对对。然后他会把它做成三种，三种专门的煮法，活鱼单吃。哦，这个有料理的名称吗？有，叫做是。Soup to kill。Soup to kill。对对。Soup to kill。Delicious。Yeah, it's delicious.Delicious！ 说到苏雾才有的 Sutukio， 这位妹子可是得意到语调都飘起来呢。Sutukio 代表三种做法，用 Labu Labu， 也就是台湾人称的石斑去烹调最适合。这位重达 1.4公斤的 Labu Labu， 鱼尾用苏法去烤，鱼头用秃法去煮汤，鱼身则是要用苏雾才有的做法 Kio 去烹调。到底是什么特殊做法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个一只鱼做这样子可以做成三吃，实在是很舒服，不错。烤炖烤的话，就是这个鱼尾巴这样烤，烤的金黄金黄的。哇哦哟 ，Oh my gosh！ 我天哪，哇哇，哇，如何？它烤的哦，嘿。哦，是哦，它那个表皮这样烤起来，就是那种焦香味，然后再把鱼肉的肉汁锁在里面，这样吃下去，而且鱼肉很细嫩，很细嫩。哦，这样吃下去的时候，吃得到鱼肉的鲜味，但是又那个烤的香味，重点是这个醋，超开胃的。哦，好好吃哦，沾一点点，哦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哦，鱼肉越好吃，而且我觉得拉布拉布鱼这个很厉害，就是它好细它鱼肉好。大哦，就可以直接大口吃肉的这个感觉，好不好？一口接着一口，刚才果醋整个欲罢不能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好了，不能再吃了吗？可以，好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要试试看这一道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Kill。好 ，Kill 这个东西很特别，因为你知道，在这边这种吃法只有当地才有。